头跟着手走。所以我对于孩子对老人有病，我是感触，说实话是太深刻了。因此我们一定不要让孩子再为我们操一点心。就是中国人口的结构情况吧，儿女有儿女的事业和家庭，他有心无力照顾不了你，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观念必须要转变。我们俩，我们十九，小，上勾勾。哎